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回来捌一字。咱讲咧做代志，上惊有人甜卡半手。今日哩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甜，读等于甜第五调。读甜这是读鼻音，甜有更的意思。像讲更少啊，咱会当讲是甜少啊。换句话来讲，这个甜冇扰乱的意思。像咱咧讲得甜、高甜、甜半，一个有甜卡半手。冇人讲是甜卡甜手，另外个有甜心，也就是讲身躯边有代志甜的。另外个讲对一个人有好感，一直甲人得甜，咱讲是高高甜。这里文音读作丹，像讲古早有丹竹，一个有素香小果，有人讲是丹素。带大家做回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读作得甜，意思就是高高甜，害人歹剃头、歹处理。第二个词读作高甜，本来是讲人死了后阴魂得甜唔走，卖当讲是人的关系，代志真复杂，予人感觉足压杂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运动伤害一定爱予医生看好，好好哩。那是讲留一个病尾，后日就会真得甜。特别是反天气，卡袂着，就会酸痛，会高甜规世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作甜，另外一个音读作淡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